等会儿，我再试试。什么破马，服了我都。三年了，这马也老了，走不走看心情。要我说啊，这破马就是你亲生儿子。老黄有后啊。又见面了，徐凤年找着了。你就是徐潇的儿子。大人跟我说笑，这画昨天还没有呢，刚送到，也是你命数该绝。哪儿来的？徐子旗下35万铁骑，想要你命的总会有几个。北凉军中送来的。徐凤年，亡国之恨今日拿你人头祭奠。西楚灭亡的时候我还是个孩童，并未参战啊。是是是，徐骁杀敌无数，号称世间人屠，父债子偿，要怪就怪你投错了胎吧。那你应该找徐骁复仇啊。这可不是啊。怕？有可能。哪那么多废话。老黄只是一介马夫，跟徐骁没关。徐家的马夫也该死。老黄快走。大人，能不能给个机会，我今日想要弃暗投明，我也想杀徐骁。我出钱买自己的命，只要能救我，家门你开。我告诉你，徐骁我当然会杀，但是要先把他的儿女杀光斩尽，毁去他一切希望。怂人就是借口多，找死。阁下是谁？徐骁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爹。你是北凉王世子。我洗干净了，挺贵气的。徐骁凶残，乃天下之敌。我救你命，让我静听朝廷。可以。你们先走。我。阁下可想清楚了，只是本与你无关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兄弟们全给我杀了。帅呀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随便。哎，老黄啊，你看他像不像狐狸？脸白手也白。
那我以后就叫你白虎脸呗。不满意我还可以再改啊。你真是学校的儿子。等你送我回了灵州，咱们进了北凉王府，你不就知道真假了？那就这么说定了啊，以后我就这么叫你。你这两把刀怎么一长一短啊？刚才没看见你拔双刀。他们不配见我双刀。那什么样的人配见你双刀啊？朱威，他也累了。哎，我江泥呀，三年不见还这么瘦啊。杀行中，你要是不躲，一会儿性命难保。哎，还睡着，先前没醒，小王爷在里边陪着。